你是谁？看管本小姐。楚总，他是彤彤，佟家小姐，万城股东。楚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们万城集团的人都这么没素质？说你呢，迟暖，收拾东西滚蛋吧。说的是你。你搞错了吧？就凭你一个……彤彤，下去。楚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。万总。 你还是约制好你们员工，否则我会跟你们解约的。楚总，抱歉，千万不要因为我的个人原因上升到公司。迟暖，一会儿你就送楚总吧。嗯。楚总，请。还不送走？请。恭送楚总。迟暖，刚才事儿都要说声谢谢。 楚总，往事早已笔勾销，请您别再提。欧阳，帮我调查一下迟暖的背景，要快。